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曹可凡。那深秋时节呢，草木摇落，一派萧瑟的景致。文人自古以来伤春悲秋，幽静的秋夜呢，就更容易使人感伤，让人思绪万千。曹丕曾经感叹：漫漫秋夜长，烈烈北风凉，辗转不能寐，披衣起彷徨。唯一人物呢，也在秋夜挂念着友人，遥想山空松子落，幽人应未眠。在历代的诗词作品当中啊，有关秋夜的名篇可以说是数不胜数。那今天我们就从杜牧的《秋夕》中来感受千年前的清秋凉夜。《秋夕》，唐·杜牧。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坐看牵牛织女星。刚才我们朗读的这首《秋夕》呢，是唐代诗人杜牧的作品。他在这首诗中描写了一位宫女的孤独生活和惆怅心境。诗的开篇，银烛秋光冷画屏，直接描绘了初秋夜晚的清冷。屋里摇曳的烛光给一旁的屏风呢镀上了暗淡幽冷的色泽。第二句的轻罗小扇扑流萤，则是一番活泼的景象。身穿青罗衣衫的宫女呢，手里拿着小团扇，在屋外追逐着飞来飞去的萤火虫。这句啊，写得相当的含蓄。古人常说拂草为萤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们认为啊，萤火虫是由拂草变成的。这大概是因为萤火虫啊，总是出现在荒草丛生的地方。如今宫女居住的庭院里竟然有萤火虫飞动，可想而知，这里几乎是无人问津。娇俏可爱的宫女和流萤飞舞的庭院呢，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。而宫女手里的完扇也是有特定的象征意义的。传说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失宠之后呢，写了一首《怨歌行》，诗里头说呀：“常恐秋节至，凉风夺炎热，弃捐妾寺中，恩情终道绝。”这个扇子呢，本来是夏天用来扇风的，到了秋天也就没什么用了，很可能呀被丢弃。于是在后来的诗词当中，秋扇、团扇这样的词语呢，经常和失宠女子联系在一起。接下来的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坐看牵牛织女星，是说夜色渐深，凉意渐浓，庭院里的台阶呢清凉如水。宫女来到台阶旁坐下，仰头凝望着银河两边的牵牛星和织女星。牛郎织女的故事呢，几乎是家喻户晓。每年七夕的时候呢，喜鹊会在银河上搭起鹊桥，让牛郎和织女相会，以解相思之苦。夜深了，宫女还不想睡，遥望星辰的她可能还沉浸在牛郎织女的故事当中，甚至产生了一些对于爱情的向往。不过这满腹的心事没有人可以倾诉，只能说给满天星辰了。在清冷幽静的秋夜里，星辰灿烂，流萤闪烁，无尽的思绪也在这明灭之间涌现。于是人们有时辗转反侧，有时披衣徘徊，清澈的月光倾泻在他们漫步的庭院里，也照进了无数人的梦乡。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深宫里宫女寂寞的心事总是少有人来倾听，
于是文人用诗笔记录下他们在秋夜独自仰望星空的身影。那画家呢，也经常描绘宫中女子的生活。清代画家袁耀的这幅《汉宫秋月图》就描绘了宫女们在庭院里散步赏月的情景，我们由近及远来欣赏一下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紧锁的宫门，汉白玉雕成的门楼装饰华美，门内是奇石林立，树木苍翠，夜晚的雾气呢遮掩了建筑的屋檐。画面左侧的楼阁雕梁画栋，华丽精美，画家用工致的笔法描摹出建筑的细节。屋檐上的兽首栩栩如生，屋外悬挂的灯笼用轻纱罩着，隐约能够看到里边燃烧的红烛。庭院中的古树呢是枝杈纵横，绿荫如盖，树下站着两位身着华服的女子，右边的女子呢，一手指向空中的明月，一手啊是扶着栏杆，她侧身回望，似乎在招呼自己的同伴来欣赏这轮明月。左边的女子呢，手拿完扇，正抬头望向空中，一时间忘了言语。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啊，明月高挂在夜空中，浮云掩去了半轮圆月，在地面上呢投下了流动的影子。月光照亮了远处曲折的长廊，也照亮了被古木奇石遮挡住的房屋。此时月光似水，整个庭院都笼罩在苍茫的夜色中。这种淡淡的凄凉情调使得华丽的楼阁呢也染上了一丝哀婉。全画笔墨精细，描摹入微，设色浓郁。画家袁耀呢擅长山水楼阁界画，他继承了唐宋及明代仇英青绿山水的画法。汉宫秋月呢是袁耀经常画的一个传统题材，内容呢以昭君出塞的故事为背景，意在表现古代宫女孤寂幽怨的生活，聆听他们的悲泣，从而唤起人们对他们不幸遭遇的同情。王昭君是汉元帝时一位年轻的宫女，她自愿远嫁匈奴和亲，在她的影响下，匈奴和中原得以和平相处。三世无犬吠之景，梨树无干戈之意。昭君出塞的故事呢，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但是昭君远离故土和亲人的离愁别绪，却被淹没在了历史的尘烟里，唯有用动人的诗画来留存他的记忆。